回到新闻现场，最新状况来看到，这是桃园灯会热闹开幕，主灯12公尺高的五财神在今天晚上正式点灯。现场状况连线的记者郭碧晨。二一起点灯。好，现在桃园灯会的主灯呢即将进行点灯，一块来看看现场的情形。仪式到龙潭乡的龙潭大使举行，你可以看到呢，今年的主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哦，没有以生肖是为设计主轴，而是以这个五财神为这个设计概念。那么这尊五财神呢，高4米，就位在龙潭大池的中间，加上看台呢，一共是12米。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3号晚上7点到9点都会上演主灯秀，而且这个五财神还会转圈圈，让大池的每个角度的民众都可以欣赏到七彩的灯光秀。而一旁呢，则是有水舞秀。每一场水舞秀的表演呢，也有15分钟这么长，而晚上8点呢，更会进行烟火秀，让大家呢度过这个开心的元宵灯会。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，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好的，谢谢碧晨，桃园灯会龙潭登场，主灯在今晚点灯。